您睡觉的姿势很不雅。张文哲，说什么呢？谢谢妈的夸奖，但是我想跟您说，您以后不要随随便便打我老婆了。咱们以后有话就好好说，您不要动手动脚的啊！你以为你跑得了啊？还有爸，以后啊，周晓她在睡觉的时候，您不要强迫她起床，让她多睡一会儿，她嫌我很辛苦的。不是我这个我这个，张姐，哎，行吧行吧行，亲家不好意思啊，我也头一次看见小周喝成这样，没事，就是就是，结婚高兴，从不喝酒。爸，您想跟妈和好，您就直说，不要老是扭扭捏捏，一点影响我。儿子，那个这今天先不聊这个了啊。儿子，喝多了早点睡啊。周晓呢？你让周晓过来去接电话。怎么了？不行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的。什么呀？完了，哎，挂了就这样。这孩子。哎，我说这个。是累了一天了，哎，喝点啊！不喝，他不喝吗？他不喝了，咱也别麻烦。行，好好好，什么麻烦？君君早点休息，太麻烦了。明天喝，明天喝，好好好。哎，早休息啊！好好好，早点休息。那边，哎，上楼梯。什么证？在。你喝醉了，我命令你现在就去睡觉。没有，我不睡。哎，你为什么不睡呀？你都喝醉了，因为我饿了。你喝大半夜的，那家里没什么别的吃的，吃点花生和枣。哎，我们今天晚上只能靠他们果腹了。嗯。这些都是有寓意的，不能随便吃啊！哎，我知道，早生贵子嘛。干嘛呀？早生啊，贵子！啊！老婆，你别动。